精彩！有女神蔡依林，她演唱会的一些新闻。哇，精华六场的精华，今天娱乐百分百帮你整理起来了。没错，我知道你为什么是这个情绪，因为我跟你一样。对啊，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看到。可是真的很后悔，因为我当初是因为我没有抢到票，我想到那算了，就随缘就好了。我当初是因为那个礼拜是尾牙黄金周，我不知道我到底哪一天有空。真是。每天都看到人在洗板，真的好暴躁。然后好不容易，我老板去的那天我好空，然后想说，请问我那天可以去吗？就他们说名额已经满了，因为太多人要去了。哇！那我就看他，好像有带山姆去。对，生气，生气。他带琳达干嘛带山姆？真的是好想看哦。超难看，你有看每一套的服装有多厉害？厉害。然后整个舞者啊，那个现场的那个叫什么画面的设计，对，灯光啊，舞台，那些舞的那些道具，哇塞，那个大蝎子，那个大人头，哎，斥资二亿多哎，两亿，哎呀，哇塞，很多呢，快点看一下我们整理的精华，整理新闻，开一点演唱会。粉丝从2019到2020的蔡依林一连六场在台北小巨蛋举办 Ugly Beauty 世界巡回演唱会，就是要让大家感受出道20年来的蜕变和感动。演唱会总共有13套造型，搭配演唱会的6个章节，惊艳程度再次破表。爱上的是那个纯真的那个，对，蛋糕曲，然后穿上去我就是高八度的。然后后来我看到那个场景，就是白马啊，然后兔子啊，那个我的脑波，对，我就觉得我每一次只要是总裁到那边，我就脸上就会不自觉的带着笑容。心情愉悦的童话公主造型，但被大家公认最吸睛的就是这套血红女王，就连绯闻网友阿信都这样说。昨天又看到一套不得了，红色的那个，那所以今天的庆幸就是不是在那个红色的那一套上，整个上的衣都是歪的。想说到底要看叉叉看内裤这样，喜欢吗？喜欢。这次不止找来五月天，接下来这几位的出场真的是快要嗨翻小巨蛋了。
菜、紫菜与月花的组合，真的是让大家好惊喜。而且每次看你唱歌，都想亲下去了，想亲下去。你们之前可能就是看我穿比较露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没有看过我的胯下吗？什么？高叉，高叉，我现在流行看那个胯。其实我第一首认识卓音的歌就是《说爱你》，而且我小时候呢还会。记得还不仅如此，蔡依林还送上了一份大礼要给粉丝。我想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我高雄要进场了，对，还有机会加入这个消极白帮。消极白帮5月9号10号对加场，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在高雄连续开这么多场，然后对我也觉得欣喜若狂，然后我唯一的担心是，有没有饭店可以住比熊？请汤姆哥来安排一下哈，这个比熊也要一起去高雄，对不对？我想带他去。而且刚刚也宣布加场，那台北还有机会吗？这样子说来的话。台北啊，好问题，没有想过哎，想说就是去，可能小巨蛋真的蛮忙的，对，所以就去了高雄，对。那高雄没有会再加吗？还是人气的？会有新的嘉宾？我现在还没想到那边去，但是，以我不知道哎，可能会改一些，也可能。小几拜帮们就好好期待高雄场姐还会给大家什么样的惊喜吧。八大采访组采访报道。红色那套惊艳到，对不对？真的好性感啊，超性感的。你敢穿吗？我不管呢。你不敢，感觉你就敢啦。你一定敢。对啊，我也觉得我蛮适合的，可是我太不敢了。好了，下次有机会看你穿。好吧，不如就明天来。哎，休息一下，不要转台，等一下还要开箱啊，开什么呢？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。今天下午我们要开一个箱，没错。我从来没想到我人生中会开到那个箱，真的，我第一次看到他本人。哇，原来是长那样。对啊，好漂亮哦。没错，独家新闻，鱼百货的 YT 迎击验证会长，好厉害，立下百万目标。主持人，我们下跪求大家看一下。知道，我知道要干嘛，我也是 YouTuber。哇哇！来，你们看一下，哇 ，YouTuber， 哇，念一下，我不能又这么尬了。我们做什么吗？你完成了至少 YouTube 创作者能达到的成就，你的频道订阅已经超越了10万。其实早就超过10万了，接下来要冲破百万。金色的，1000万是钻石，有钱，什么 Blackpink 啊，什么 BTS， 对。请问得到这张牌以后可以干嘛？啊，
炫耀，一个在家里，一个荣耀，一个荣耀，一个荣耀。那要摆在谁家？100万的话是金色，对对对对，对，我们刚刚说过了，对。又其实他们里面早就有人拿到徽章了。哦，风泽，哦，哎，我也谢谢谢谢，厉害。哎，他是5年前就拿到了吧？没有，我最近对不对？也是今年的事情啦，所以去年的，去年了，哦对，去年的，去年的，所以继续加油，继续加油，希望可以跟共同来订阅一下我的频道的事情。耶耶耶！家人应该不会是很羡慕吧？还好，很羡慕，我超羡慕，我快到了，我也快到了，我有9万多。我差7万，哇，差7万，快了。我有频道，对，但我自己也做到10万，会不会已经破了？你自己不知道？不可能，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账密，我回去找一下，我忘记。最近我利用留言在鱼摆那个下面留言，哎，竟然到了9万了，刷存在感。对啊，靠你们了，你们有什么办法抢救一下到100万，突破100万？好，我们现在娱乐百分百账号去别的地方留言。像剧 CP， 哦，哎，自己怎么那么兴奋啊？自己的兴奋，很快的，我们终极一班狼人杀版，赶快开了。终极狼杀，拍起来。那还有什么方法吗？下跪。这是什么？100万。八大财帮助产业访报道。耶。那娱乐百分百呢，真的很用心在做这个节目，没错。但是因为呢，想要分享给更多人看，所以就有这个 YouTube 的频道。没想到我们的用心被 YouTube 看到了，谢谢。我们继续用心做电视的好不好？是的，请帮我们冲百万。对，百万有金牌，我们要金牌。对，广告回来有满满的狼人杀哦，再见。